按下去要粗重一点。对，左边的竖要细短，要向外，略有呈弧形；右边粗也长一点，也是向外，略有弧形。里面的部分尽量向左上方靠，离上方离左边要近一点。间距将基本相等，下面空间大，上挤下松，高低要错位，横细竖粗。爱，点的话有大小变化，这个点要稍微粗一点，向左下方斜的。横沟横要稍微细一点，点不要太大。过沟不要太粗重，要写的短小紧凑。下面要平一点，撇向左下方斜行笔，要细长一点。这个撇离这个撇画两个撇间距要小一点。捺笔向右下方伸展要长，要粗重一点。要舒展，对这个宽窄的话形成了个对比变化，横可以写成横，也可以写成撇，向上斜的，向上与下个笔画相呼应。横沟横要稍微细，要长一点。